夏天有了这个花洒支架，真的是方便多了。撕开背胶，直接贴在合适的高度就行了。支架的角度是可以调节的，上面贴一个给小朋友洗澡用，下面贴一个夏天可以对着水龙头冲冲脚、洗洗衣服，都特别得劲儿，水也不会溅到身上。